下我们为大家介绍怎样帮照片增加一些漂亮的图章。先选到图章之后呢，我们来选择也是跟圣诞节有关的好了，先放个雪人在这边。那我们来戴个帽子，图章也可以放大跟缩小哦。再增加一些吊饰，接下来呢我们使用神奇图章。选择爱心，这样就完成了。